湾男团伍坚晴星期日晚在九展举行 Moon Landing 月面坠落香港演唱会尾场。燕晴在完show之后表示，今次只是开两场，觉得不够厚啊，不够，真的不够，对，意犹未尽，就觉得啊，如果可以唱多一点，或者更容纳更多人，我们觉得哇，一定会非常嗨，所以希望未来的话可以连续唱十场，十场也太重了吗？其实我们可以唱大一点的场地，对啊，对，不错，红馆啦，希望可以，希望可以，下一个目标就是红馆，对的，对，嗨，是。就十场吧，十场有点害怕，我们卖不完，一场一场卖了，对啊，卖完再加场，卖完，对对对对对。小赖说的十场哦，没有，我们卖完才有十场啦。你自己十场，我自己跳钢管好不好？十场。今天哭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今天其实来的心情，因为我昨天有哭嘛，然后今天想说应该是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，可是刚刚到最后，因为我其实，在唱慢歌都会闭眼睛，然后一打开，大家手电筒都手机的那个电灯都亮起来，我就觉得哇哦，我竟然有办法站在香港的这个舞台上，就想到很多以前的故事，所以我就觉得告诉大家你们都做得到，会不会太正面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对。但是伟霆是不是没有漏很多？对耶，他们的诉求就是他诉求吗？已经是用诉求来说了。我当选了吗？还是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没有在理大家的意思啊。没有，因为我拖都在自己的就是社群，我会拖。但是在那么大的舞台，其实我们这种练的没什么东西，会被人家笑。你在后台是不停的在狂做狂做，对，就是想要让看起来还 OK 这样子，但是其实要到全拖还有一段距离啦。红馆的红馆的距离，红馆的顶光可以，对，红馆顶光。因为如果是那个灯直接打在身上平到不行，好，对，给他一个顶光，他就我们就一个顶光。我们到时候是谁，我们就 spotlight 关掉，然后只打顶光的。好，这样就拖，可以，到时候可以救大家一起拖。